blood. Hả?觉得 Q 跟我换一些，一级猪妹上单不是应该学那个猪鞭技能吗？ 别呢？ 说实话，这波杰应该靠一下，他好像靠不了。我有问题啊，这波，我应该立马二段一走的。二段一过去，我再看，犹豫了一下。 我这把应该是要出。我的战甲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rampage. 靠我来开瑞。 再来一个兵就升六了，也直接动手了。这可算侠的小迷妹的一个超大水晶天鹅，谢谢老板的超大水晶天鹅气息。放一技。 我在等他放一技能，捏得太死。这不我他妈一空了，没钻到他。
我下个地方去下路吧，打个水晶鞋的钱，下路需要我再去一波。先把先锋。这小戴怎么有点不靠谱的样子啊？啊，那假肢是吧？ 口袋宅的小迷妹的超大水晶天鹅，谢谢老板的又一个超级大水晶天鹅，谢谢。大铁的水晶老板。不好意思，这弱爆不是我摁出来的。 点错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点到那个键。哎，这杰不用吃兵了啊！吃什么兵？怎么林刚还吃兵呢？脸都不要了是吧？ 下路下路下路！我没10分钟，我不好踢呀、啊！我回家买个鞋子吧，这波应该要踢下了。我保一下你们吧，感觉要被虐塔了，我操！踢早了，应该等他们动手再踢。 走了走了走了，真走了。回上吧，回上吧，回上吧。 我他妈到下路逛了2分钟了，该帮的也帮了。
这一周就被单杀，这事情管不了你。 绕后试试，他没在塔下回城。 咬他好像就秒了，他很脆的，他被一个海妖杀手脆的，这咬他应该能杀的。 下路又要看踢呀，好累呀，我已经是第三波踢下路了。 主要我出的是魔抗啊，我肯定不怕他们两个的。 塔都给了，那没必要去。啊，听起来有点烦。
啊！你真敢杀我呀！ 单刀赴会，小丑又回来了。大破，你追得到吗？捅他！在这儿。 啥呢？等我死呢？怎么可能？这俩人还想反杀我，你这不整乐了？你在等什么？ 200的魔抗，贵一贵。这是卡莎，卡莎的输出还挺高的。 闪现把他打死。
有双招啊！我操，14-10啊！ 这把会是真的MVP 啊，赵信10-0的，是我的，嗯，也很合理，毕竟我各项都拉满了，赵信他只是单纯。